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来到 NetStore 频道，我是你们的频道主小叶 Knight。 在我们第一期的网游回忆录中，其实有介绍过 RO 的回忆，那里面其实我是用私服的画面来代替，因为政府的画面其实跟很久以前的版本是几乎不一样的，所以内容中其实有说过可以来教大家怎么架私服。那这一期就来啦，因为其实有蛮多观众有私讯我说到底该怎么架私服，因为他们想要回去玩玩看以前的 RO。 那因为安全性关系，如果有需要私服的软体跟私服的客户端的话，请直接在留言区留言你的 email， 那我有看到的话就会把档案发信给你。那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私服这个东西是违法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架设的话，建议就是架设给自己的朋友玩就好，不要去公开给其他人知道。尤其是 IP 这个东西，如果被查到的话，虽然很难被查到，因为目前的私服很多人都是架设在国外的伺服器，像是香港啊、大陆啊、美国啊，他们都是用租用的方式去架伺服器的，所以几乎很难被查到。那有一些比较笨的，像以前就会有新闻说开私服的人被抓、被游戏新干线告之类的，那其实都是微乎其微的啦。好，那看到这个软体之后，我这边帮你们准备好的软体是 SEAR 的 SEAR 版本的齁。那在很久以前我们架私服的时候，其实有分 JA、EA， 还有很多其他什么什么 A 之类的。那 SEAR 那其实算是在 RO 这块坏掉之前的版本了，因为在过去之后三转开始之后，其实我觉得就坏的差不多了，那时候我就没有很想玩了。那现在先来教大家如何简单的架设。那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1、2、3、4、5五个资料夹，这五个资料夹就是你们会去使用到的。那简单讲一下，这个第一个资料夹其实就是比较关于游戏内容的，游戏内容的资料夹，像包含设定、经验值之类的。第二个的话就是道具，里面的话就是可以设定你的道具的位置啊，或是道具的内容。第三个的话基本上用不到，所以可以直接无视。第四个的话是客户讯息，里面都会存着游戏资料或是玩家资料。那最后一个 NPC 其实就不用再多讲解，就是 NPC 的东西了，你所有可以对话的 NPC 啊，对话的脚本都其实都在里面。那这第一期开私服的话，我会讲的比较简单一点，那主要是让它可以先打开就好。那我们就点入第一个资料夹 CONF，进来之后可以看到满满的资料夹，那照着我的步骤走的话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开了。那如果你是只是单纯想要自己玩自己架的话，其实把我的档案下载出来之后，直接按下一键开启二转端，其实就可以打开了，这是比较快速的方法。那如果你是想要架设给朋友玩的话，你要把你的网域变成公开网域，才有办法让其他人连进来。那这边教你们设定一下你们的网域。这一期真的比较简单，所以不要期待太多。那我们要做的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改 IP。 那 IP 的话在这个地方先点选这个资料夹，一般的话你们点开是没办法开启的，直接右键选择开启档案使用记事本打开就可以了。那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，这边其实都是中文的，有一些下载到可能会是英文，那我这边简单概括一下。第一个这个选项就是你的伺服器名字，你在登录的时候都可以选择伺服器，那这个其实可以不用改。那登录这个 ID 的地方是你第一个要修正的，所以记得前面不能有括号，如果有括号的话请把它删掉。那从我这边下载是不会有括号的，括号的话就代表这个是无用的，可是你还是一样可以连到自己的电脑里面去。所以如果你是要公开的话， IP 改成你确定的 IP， 那下面这个也一样。那在下面还有角色服务器 IP 也是更改成你要对外的。那登录器服务口的话，没有特别的状态都不要改，这个也一样，都不要去修正。那下来之后其实就是都不用去修改，除非你有特别的需求。那因为上面其实都是中文，我建议大家自己研究会比较好一点，但我还是简单说一下好了。那第一个是新建的角色，那显示的话就是显示你总共有几个角色。第二个的话是连线最大人数，如果你电脑是没有那么好的话，建议的话就是调到100人以内，如果你是对外的话啦。那如果你是自己玩的话，其实设定是无所谓的。那在下面其实就可以看到有设定你的新角色出来的地点。那其实我一开始这个地图就设定在普隆德拉，那也坐标是156119。那一开始进来之后你会收到的什么武器，那我记得120应该是短剑啦，1681我自己就不确定了。那盔甲这应该是新手的那个盔甲，下面也有新手一开始可以得到的钱。那其他基本上都是不用做更改，除非你有特别的需求。那改完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再改这个，这个是伺服器资料的。那一样点开来之后可以看到跟刚一样的画面，那一样我们把这个 IP 给更改掉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下面这个基本上是不用改的，所以不要看到是127.0就改哦。
这边有一个比较重要，是否允许客户端登录账号前面增加杠 N 跟杠 F？ 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是没有用 SQL 的网页让人家注册的话，你可以使用这个方法，就是在你的账号打完之后，后面加杠 F， 它就可以直接注册新的账号了。那建议的话，你是一般自己想玩的话，可以就直接调成 Yes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剩下也都不用修改。那最后一个是地图的 IP， 点进来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这边一样是刚刚的 127.0， 就把它更改成你的 IP 就可以了。这边要更改三个更改完毕之后就 OK 了，其他都不用再做更改。那再来你就可以去开启你的客户端。好，那在开启你的客户端之后，我们到补丁这个地方，点击补丁进来之后呢，可以看到这一个选项，可以看到这个资料夹。那这个资料夹一样，我们右键，然后使用记事本打开就可以了。打开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你的 IP 位置，请把这个 IP 位置呢改成你的公开 ID。如果你是给朋友玩的话，就一样把补丁直接丢给朋友。那请他自己进来这个画面之后，把他 IP 改好，就可以进你的游戏里面了。要记得是你的防火墙是要关闭的状态。那如果朋友还是连不进来的话，建议是把防毒也给关掉哦。那第一阶段其实比较简单的伺服更改方法，我就教到这边了。因为碍于很多原因啦，因为其实开伺服是违法的事情嘛，所以我是尽量不要用到游戏画面啦，我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教各位。那一样，如果你要档案的话，就是下面留 email， 那我会再传给你。包含会传伺服的档案跟客户端给你们。那下一期的话，我会再教如何去更改 NPC 跟制作 NPC。我相信应该有些玩家会想用自己的 NPC 来跟自己对话吧，自己设定讲话内容啊，自己设定功能之类的，也是很多如果没有研究过游戏的人可以去做的事情。那我这个画面其实就不会做得太完美一点，毕竟这个东西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是谨慎使用，避免就是被抓。那这个版本其实算很旧，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公开拿去盈利应该是很困难的啦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记得再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 B 站的朋友请记得帮我一键三连，感谢各位。如果你们希望我的下一期介绍的是比较华丽一点，或是比较漂亮一点的话，你再记得留言跟我说。如果这一部真的点赞破1000，或是我的观看人数能破万的话，我会把下一期的画面做到最漂亮。那也希望各位可以支持一下啦，感谢各位啦，拜拜。